大家好，我是燕明农产的阿燕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西瓜要采收的季节呢。那我们刚看的几看过去的时候，有几颗已经可以采。那要先跟大家讲，等一下要讲说西瓜要怎么去判断成熟的一个时间点。好，那西瓜呢，它本身在我们夏季的时候，它是一个，它一样是葫芦科，然后是西瓜属。那西瓜呢，从种植到可以收成要90天到100多天，因为天气的那个凉度温度不一样，所以呢到现在这第一批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90天左右了左右。好，然后从小苗育苗到成长到成株开花结果到收成，到现在已经可以收成，就是要那么长的时间。那从开花授粉成功到可以采收，天气热的话大概21天至23天左右，但是天气我们种的时候比较凉，都会慢个一个礼拜左右，会从23天到30天不等这个时间可以采收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第一批的比较凉的时候种的，所以它已经到了25、26天了。那现在终于稍微可以采收，我们就是要采收起来先享用。所以现在带大家怎么去判断西瓜，好，西瓜的这个成熟度的判断。现在我们看到西瓜要怎么去判断它的成熟度，那因为天气的那个温度不一样，所以它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。那这个西瓜已经到可以采收的程度，因为我们要采起来要先储存一下，要不然你全部都非常的熟的话不耐储存啊。现在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看到西瓜的第一个特征呢，就是它这个地方呢，它接藤跟它的这个梗的地方的接缝有一个那个小叶子，它会干掉，然后它的藤呢，藤也会稍微干掉了一半左右。再来就是这个果梗呢，它会本来很大，它会开始缩小。然后这个西瓜的这个肩膀的地方，就上面的地方，它会开始隆起。再来就是你会看到西瓜本身是本来是果粉果很多，成熟的时候它会开始变光亮，那个粉会掉下去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屁股会变硬。变得很硬，甚至有时候很成熟屁股会凹陷进去，那个就是已经很成熟的西瓜会好吃。最后才要听它的声音，两颗的西瓜的声音都不错，但采收起来都要放，要存放。如果我们到最很成熟的时候，就是要现采现吃的，现在还要大概是8.5分熟要储存，好，要运送，这样子就要采收了。然后你会看到它的花纹也很开了，已经开了。这就是大概这几个是一个西瓜看它成熟的一个最好判断的特征。好，怎么挑？你要看它的声音。你到市场去看西瓜一样，你要看它的果梗，因为这个须须已经被采掉了嘛，然后叶子也没看到了，所以你看它的果梗有没有缩小，然后这个地方肩膀的地方有没有隆起，屁股的地方有没有很硬，这个是你首选的时候可以这样用。最后你听它的声音，比较水嫩水嫩水嫩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，那个是最好吃的。两颗比起来的话，这一颗的声音会比较好，这一颗比较年轻一点点，可能它授粉慢了2-3天左右，但是两颗都可以采收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采收了，这个这样采收起来大概可以存放个2个礼拜左右，所以你不能够太成熟，太成熟的话一批下来会吃不完，会到吃到整个会烂掉。
所以不要太成熟采收，才能够耐储存、耐运送。